你一定要知道，如果你不会运用鼻腔共鸣的话，那80%的歌手的歌曲你唱出来是不好听的，可能会是这样的：背音是真的，人是假的，没什么执着，是不是特别难听呢？那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？姐先点赞加收藏，何老师只要一招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来喊妈妈啊，声音是有变化的哟，妈妈她听不见。再来，妈妈她还是没反应。再来，妈妈维持咱们的啊元音，妈妈，声音是集中的，明白了吗？久而久之，我们再带入到歌曲当中。背音是真的，人是假的，没什么执着。100年前，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。学会了吗？学会同学抽主页继续教你学唱歌。关注我，教你学唱歌。